造价数万亿的基础设施，世界最大 5G 基站群，算力第一的超级计算机，将11座城市连接成一座超级都会。It feels like a new city, and the whole city was planned new. It is linking a area, the GDP of per capita of this area is three times that of the rest of China. This is an absolutely pioneering achievement by China, whichever period historically you look at. 粤港澳大湾区，一处以一流为目标的新湾区，一个以世界级为定位的城市群，在超越自我的同时，它也面临挑战。 How you can modernize infrastructure that serves everyone? How you can create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create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rojects? And how you can motivate young people to start up,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and to be ambitious? We want to attract young, talented, creative people. So we have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that they feel happy to live there. 因为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啊。 他不仅仅是来工作，他更多的呢，他还需要就是说要照顾他的家庭，以及他的家庭的成员是否可以在他这个工作的这个地区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来到城市。城市在创造更多机会的同时，也会因为人群的聚集，滋生出种种弊端。 如何把城市变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呢？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故事关于城市，也关于未来。 2019年6月18日，广州南沙港，一艘钢铁巨无霸起航，驶向未来。巨无霸，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排水量超过辽宁号。8个小时之后，这个钢铁水泥的辽宁号将穿越伶仃洋。 到达36海里外的桂山岛，在这里，32个同等体量的辽宁号将被连接起来，作为深中通道的一部分，在40米深的海底组成一条长6.8千米、双向8车道的海底高速路。 这么大规模的光刻城管，在国内乃至在世界上面都是最大的。目前有做过的，主要是在日本，而且在日本的话，那么它也没有这么大的断面，也没有炸。
回到澳门还是不行。澳门，东西方贸易最早的枢纽之一。随着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的崛起，澳门的地位逐渐衰落。虽然靠着旅游和博彩业，澳门维持了繁荣，但是博彩业一枝独大，也让黄英这样的年轻人不得不为未来感到担忧。